有请下一组乐队。圈九现在看来都快变圈三了，为什么没有人说王启瘦成了王口？下一场48小时的原创挑战压力赛，现在是凌晨1点整，我们开始极限创造。这时候把最强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这48小时，其实你是每个小时都不能合眼，有点不舒服。我觉得还是要改一改吧，我觉得副歌要改一改。这次真的就当作是最后一次舞台，好好搞。这歌会火，大战。我们是对自己的原创是特别有信心的，纯粹的炫技可能会打动到大家的。你们在长20岁之后再这么可爱，看得下去吗？看得下去，有一点可惜。和声伴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瑕疵，都是有 program， 只不过是你们笨。